家好，我是成都汤汤。我是老三。我们今天回老家了。很多人之前说我们老家职工的，我们老家不职工的，我们是遂宁的。我们遂宁人说话从来不卷舌。刘老三呢，今天有点无聊，他说他想来老家挨个打。问你怎么挨打？皮子痒。怎么挨打？皮子痒，咋挨打？今天又来一个挨打系列之精神小妹儿，天黑路滑。这谁也背不。今天我就要学他安排小姐姐，你去安排上，就这个，就这个，是。天黑路滑。我给你表演一下我在城里面学到的东西哈，在城里面学到的。没人理他。好看吗？好不好看？好看。真的是太无聊了。哎呦，开始了。你真的没挨到，真的不舒服是吧？今天没挨到打，刘老师，今天不要就是挨个打，快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挨打。我挨了，刚抓了好久，可你，这一局算啥子了？这一局，轻点，轻点，轻。我想说，我嘴在上面打了。挑战成功不？挑战成不成功？你说挑战成功结尾了？哎，挑战成功是姐姐喊我，我们在拍公司，我们在拍视频，料子。